天的，因为你看看这边好多。这台也是以前。对啊，那个啦。一号。对，很漂亮哦，超漂亮。你看，这里都是车票。对啊，以前的车票哦。你看，强哥是标准的铁道迷。哎，就叫他车票的，哎，你有招套套，哦，嗯，是给套套套，然后那个车票都把它留起来，当做纪念。嗯，对啊，当做纪念，哇。某人买火车。阿姨在呢。是他那个，阿丽花已经收藏那个酒。有啊，你看，他已经要收藏这个，已经叫上古阿。看这个，看上面的。嗯。哦，你看，你看那个大台的，有，那边有大台。这个是捷运吧？是不是？是捷运吧？对啊，好，捷运吧。你看那边很大台，你看强哥，这里那边有大台的，你看那里上面怎么样？后面那是抱枕，第二个。很像有没有？是抱枕吗？跟你那个很像，大牌的哎，快点！这是什么呀？对呀、啊，哎呀妈，真！这是控制速度。哎，你这买要去多少遍？坐两台铁了。收收。我买那个站长衣。我这用车头的时间啊。你看我怎么买这样？买到抢头时间。啊，就是人可能多动，就要拍卖啊，伊就去收。哎呀，真厉害！哦，这强啊！我说，你看这强啊！你这物件不要开，不要不要霸王。不要，因为他如果开大一点的餐厅有没有？这个都可以挂在墙壁上啊。对。你看西街夜市有没有看到？西街夜市应该是都开，这个都开刚开阿里山，不知道不一定哦，不一定。什么杯子啊？他在杯子 啊，冰淇淋。以前的冰淇淋啊，上面有那个冰淇淋盒，哎，红色的看冰淇淋盒。这个盒在哪？那个就是那个冰淇淋。看。阿里山的。对呀、啊，哇！我是普悠玛哈。